今天咱也来一个榴莲盲盒，看看这个怎么样，看我小哥会不会买榴莲。戴个手套好了，这也不咋地呀，两黄。哎呦，看着不大点，小哥你买这个挺成功，我感觉。往这边点，一房两房三房，这还有一个好像，看看啊，好像没有了，这还有一个，行吗？合适吗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老铁们，你们感觉合适吗？还行，其实。哎，你们想看？挺合适。好猛！哎